在那个荧幕前，我一直在跟我们的工作群组说，我晕船了，我晕船了。最后一个新闻点，不唱。我就从那些你们上节目的感觉，好爱苏志威大哥，你在节目上特别的搞怪。对啊，因为好玩嘛。真的是哎、欸，好玩、啊，好玩，好玩，二生玩。但你算是里面最会搞怪的人吗？对啊，但是最不会讲国语的就是我。但是你很有抢风头，我有感受到，我好多画面都是盯着你。从来都是这样。真的，对，我自然的散发我的魅力，对不对？有，我有感受到，你感受到，我感到，我都爱上你了。我在那个荧幕前，我一直在跟我们的工作群组说，我晕船了，我晕船了。台湾的晕船是指就是恋爱的意思，要晕船，对，爱上你，谢谢爱上苏志威大哥，最爱是我 ，OK， 对，你的菜啊，我的菜啊，很帅、欸，很帅、欸，刚刚原本安排他坐这的、欸，对啊，阿杰哥给我刚。个位置，但是你也很棒啊，阿志哥，我没有这个意思，请不要误会我。记得是2005的演唱会，两位大哥的接吻，对啊，在演唱会男男吻这件事情，在2005年这件事是很前卫的，那时候怎么会做这种挑战？因为我说我都一定要推出这个项目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你不亲？为什么你不亲？因为就是想亲我了，跟你一样。先生，你现在跟我，你现在跟我竞那个吗？竞争他吗？是不是？你来试试看好不好？走，你来试试看。2005年的方法来，对对对，你们来。不行啦，还是来一个，来一个，来一个，还有，不可能吧？可能的人吧，敢不敢？快点！你不敢亲，你来演唱会，到台上。好，没问题，不难啊。3月18号，不要忘记。我跟你拼。好，没问题。我找100个人一起跟你亲。谁怕谁，对不对？对啊。我们3年没有上台，一直到去年的10月份，所以其实我们3个对舞台的。那个饥饿的程度，比下面那个看到那个街，然后多少是更饿，所以这一次我们上台真的不容易下台的。如果你们的热情、掌声啊、呐喊声啊都不停的话，我们就不停的唱下去。所以即便超时罚钱都没关系，罚钱不是我们的问题，我想他们的问题。总之呢，我让我们草蜢看到你的热情，这场演唱会绝对会让你看到最满意的一部分。这样对，这首歌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宝藏。对，我们这首歌、okay、好好听，我们可以唱这首歌给大家听吗？就当节目的。你讲到这样子，我们不唱也不行，怎么去离开这里呢？啊、对不对？也是可以很尴尬的收场。哎、欸，我不想唱哎、欸，就是到底要唱多少歌啊？我因为有这种东西，新闻也会蛮爱的吧？艺人真正的耍大牌。我们不会利用这一切的。你都做一个新闻点，不唱。唱，其实唱，其实唱。好短的新闻呢、啊。假的，假的，假的。